自己的
身口意贪嗔痴之罪业，消除我们的障碍业障，也可以同时观想自己的家人一起融合，以佛合一故意加持。的时候不要再排队这边浴佛的这个路线，然后你们听从工作人员那个排队签书的路线，再重新排队签书。
作一下哈，今天晚上签书的书本是第295册和金刚经啊，请大家合作一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要让师尊那么辛苦辛劳哦，大家要合作，今天晚上的签书295册和金刚经。
不用签书的同门，请你们反头回来，往这边佛经部这边出去的。如果要签书的同门，你们才从苦边那边排队。遇佛玩的同门不用签书的，请你们往回佛具部这一边出去。你们要重新往回龙边，不是？以遇佛玩的同门啊，不用签书的同门，请你们往佛具部这边出去。要签书的同门，请你们在办公室那边排队，往办公室那边排队。遇佛玩的同门不用签书的，请你们走回佛具部这一边出去哦。
大家，沐浴完之后的同门往国际部这边出去要排队，签书的同门请你们要排队，不要阻塞，不要阻塞那个出口。沐浴完的同门不用签书的不要留在大殿，也不要阻塞那个通道。你们沐浴完不用签书的可以往佛具部这一边出来哦，湖边那边很阻塞，可以往湖边这一边出来。沐浴完的同门和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来，不要再往办公室那边出去了。沐浴完的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，龙边办公室那边已经阻塞了，沐浴完的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。办公室那边阻塞不能出去的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，已沐浴完的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。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，不要再往龙边那一边办公室那边出去了，那边已经阻塞。浴佛完的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，不要往龙边办公室那一边出去了，办公室那边已经阻塞了。已经浴佛完的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。阻塞哦，龙边办公室那边已经阻塞了，浴佛完的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，然后再排队，重新排队签书。办公室那边已经阻塞不能出去的，浴佛完的同门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。已经签书完的同门请你们不要停留在大殿，请你们不要停留在大殿。已经签书完的同门请你们不要停留在办公室或者大殿，已经阻塞了。浴
佛玩的同门，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，再重新排队签书。已经签书完的同门，请你们不要留在大殿，不要留在办公室，已经阻塞了，办公室和大殿都阻塞。浴佛完的同门，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。要签书的同门，请你们到外面排队。同门，请你们不要停留在大殿和办公室，现在办公室那边已经阻塞。浴佛完的同门，请你们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。同门，请不要停留在大殿和办公室，已经阻塞不能出去了。办公室那一边请不要阻塞，已签书完的同门，请你们往办公室那边出去，不要阻塞。浴佛完的同门，你们要往佛具部这一边出去。释迦牟尼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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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释迦牟尼
浴佛的同门，你们可以来排队浴佛；要排队签书的同门，你们要排队签书的，请排队。请大家已经签书完的同门，不要阻塞办公室，办公室那边已经阻塞了。Thank you.
的活动真的时间好长好长哦。但是今天真的很好热闹哦，真的好几年没有见过的同门师兄师姐和上师法师都见到了，真的好开心哦。大家都回到祖庙来啊，来探望我们的师尊，亲自我们的师尊 Happy Birthday。开放时间是11:15开放给大家。西雅图祖庙明天礼拜天还有星期一都开放给大家浴佛哦，可以大家告诉大家明天还有星期一都可以开放给大家浴佛。10:55
我们再次顶礼感恩，谢谢师尊。师尊笑得好开心，我们说师尊爱死了。师尊好，我们一直以热烈掌声感谢师尊，谢谢师尊。师尊爱死了。师尊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师尊明天见，大家明天见。